OK， 现在轮到龙博来进攻，罗经理这边外线的三分直接出手，那球也是打铁了，杀了一点，并没有打进。声音太小了吗？OK， 这里是二十五造了个犯规。哎，他们说声音太小了。两次罚篮，一加一的罚篮。他们说声音小，麦声音太小。一发命中，完胜。看一下恶鼠会不会先拔头球啊，我让他们调一下这个声音。拿到两分，感谢由恶鼠开张。现场的声音收音还是大呀。现在恶鼠继续来进攻，这球连续炒个赛拉回来，这边进行观察，左侧来一个三分，这球并没有打进。现在轮到罗经理来进攻，来到罗鼠手中，看看他会如何选择进攻。OK， 罗布不定持球，现在刚刚开始，问题不大，这球有犯规的嫌疑啊，但是裁判这边并没有想上啊，那就是一个好防了。两个鼠这就右侧直接往里面拖，有速度，右手打板命中，先拔头球，先拿四分，恶鼠继续来进攻，这个鼠左侧往里面突破，然后再斜，再进球。哇，恶鼠在赛前的时候采访的时候说啊，现在他是100%回归啊，上次打木的时候他说他有伤，这次他完全回归100%啊，然后说我的脚步还有韧性都在罗布之上。得看一下罗经理能不能扛住啊。 OK， 罗布再来进攻了，不着急，百分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比赛，右侧直接往里面突破，然后再打身体，蹦蹦蹦蹦进去。 OK， 再来反手上篮。 OK， 追回两分，现在是6-2。感谢我们肉丝的这个小礼物，大家可以给我们榜上的女主播店关注。这个麦克风有没有声音啊，兄弟们？那个好像声音有点小。哦，罚球不进。这是1+1+1罚球，所以罚球不进的话，第一罚不进就交换了。现在远距离的三分，看一下恶鼠，这球也没有打进。现在两边的三分现在都还没有找到手感。OK， 这里五零三分，罗布 for three。三分先中一球。罗布这边再度持球，凯莉炸球后撤步 step three， 细球差一点点啊，并没有打进，问题不大。现在也是因为有吉姆会长，我们才有这么精彩的比赛可以看了。兄弟们的话也是支持一下啊，把赞点起来，上一上人气票。左侧往里突破，左侧的勾球，这球没有打进。现在恶鼠更多的还是以这个突破啊来进行得分。罗布那一块呢，现在在找三分的手感，这么晃一下，右侧胯下拉回来，再来个盾背，这球连续的炒赛，继续拉回来，远距离的三分出手 for three， 反超比分8-6。给罗布再做试探，这球落球了，右侧直接往里面出手，这球造犯规，罗布上罚球线。小罗布得把这个罚球给稳住才行啊！哎呦，但是还是罚球满打满算丢了5分了啊！罚球都没中，球权转换。OK， 这边胡顶三分，恶鼠追回三分，现在两边的比分在紧咬，8-9。恶鼠再做三威胁，再威胁，改球左侧落球胯下换到右侧背身，这里要尝试被打顶一下之后再起中投，这球短了并没有打进。
罗波在这个力量上啊还是不虚的啊，能顶住恶鼠。来，行队，我说一下啊，因为我们请恶鼠过来也是要费用的，那要费用的话我们一会儿会卖货啊，大家有需要的话支持一下，那我们就只能这样双屏直播的时候然后去卖货，好吧，能理解的理解一下啊，不能理解的我都拉黑了，好吧，大家就是你，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能理解觉得好能看你就看，不能看你就退出直播间，好吧，你没必要被拉黑吧，没拉黑的话你下次正常的直播你也看不了了，好吧，大家互相理解一下，好吧，加加分加分啊，兄弟们，大家互相理解一下啊，这个会长也发话了啊，分数8-9，比分8-5，等一下调一下这个比分。现在他们在这个校正这个分数啊，8-9。OK， 恶鼠这边是暂时领先一个一分啊，先做一个威胁，再威胁落球了，这球横撤步三分出手，这球并没有打进。再轮到罗布来进攻，大家罗经理你做一个试探之后三分再起，这球也是打铁出来了，也差一点点，那两边呢都是在找这个三分的手感。 OK， 恶鼠晃一下右侧直接往里面突破，又是背身招牌，又是这招，然后后撤步一个中投，这球没有打进，他的招牌都是顶一下然后再上篮，或者顶一下又后撤来一个中投，但是呢他顶 moon 就可以，但顶罗布的就是顶不动。然后跟大家说一下，我在直播间现在发了一个10,000斗币的大福袋啊，不需要点关注也不需要加粉丝牌，分享一下直播间就可以了，好吧，只需要兄弟们帮忙分享一下直播间，我发的是一个10,000斗币的抖音全抖音最大的福袋，10,000斗币的啊，大家可以抢一抢。兄弟们啊，金哥都发话了啊，已经发了一个10,000斗币的福袋啊，大家都可以去抢一下这个福袋，然后点点赞，有人气票的兄弟们呢都可以上场人气票，这么胯下衔接三分出手 for three， 三分命中11-9，罗布又追回了一个三分。好，兄弟们，大家都抢一抢啊！是的，一键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即可参与我们一的福袋啊，兄弟们。是的，也是支持会长，也支持罗布，三分再中，连进两个三分，罗布。罗经理手感来了 ，OK， 罗布又开始炒菜 ，OK， 再来拜一拜，连续的胯下，左侧换到右侧收球 ，OBA 快速的出手，这球并没有打进。是的，我们本场比赛的点赞已经来了34万了，兄弟们，动动你发财小手，可以给我们点点赞，分享一下直播间，感谢兄弟们。是的，兄弟们，我们先来个小目标啊，我们30秒之内点到100万赞。点到100万赞行不行，兄弟们？是的，尤其这一线为吉姆会长为罗布加油。那球恶鼠也是追了一个中投啊，追了一个外线啊。现在恶鼠还有进攻的机会，屋顶三分再度出手，这球的话并没有打进。这一场恶鼠他是说他是100%的这个状态了啊。就上次跟木打的时候他说他有点小伤啊，并不是100%状态，这次的话就是啊完全回归。看一下面对罗布这胯下收球的三分，这球没有打进，刚刚那分加错了啊，那个是中距离啊，所以扣了一分，这是14-11。我们福袋抢一抢，兄弟们，哎呦，哇，咦，哈哈，三金也中了，三金中了85个钻石啊，兄弟们！三金也中了，所以说球外线三分没中。会长发这个福袋还是很大的，兄弟们都可以分享一下直播间参与一下，不需要你花任何的斗币就可以参与我。
哥的热气球啊，感谢兄弟们的大礼物小礼物，感谢大家。 OK， 加发命中，在罗经理的感觉就来了啊，罗布这一轮持球观察一下，从左侧落球胯下拉回来，换到右侧再怼这球，右侧再度打气，罗布再打两分，第一节的节点24-14。今天晚上我们有两场非常精彩的一个百分啊，罗布队的二十五第一场。OK， 这边罗布也是率先把第一节给结束掉。然后兄弟们呢，有这么精彩的比赛呢，也是因为金峰会长啊，我们兄弟们都支持一下。走吧。而且在内场观看比赛的球迷朋友们，各位兄弟们。各位兄弟们，这次我跟泽文给大家安排福利了。现在现场球员，包括像罗布、恶鼠以及泽文，他们身上同款装备已经给大家上了。首先第一个福利品就是我们的紧身裤，然后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吧。我们稍微的往后站一站。然后现在泽文身上同款紧身裤，紧身裤可以在运动中包裹我们腿部肌肉，而且我们的紧身裤一共是有5分、7分、9分。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价格，你猜多少钱，泽文？紧身裤，紧身裤39吧，三十九。我这次我是27.7，然后一条，两条的话呢是55.5，再送两双袜子，我拿一下。还送袜子？啊不，拿一下，有紧身裤跟袜子。然后点击我们今天的一号链接，总库存只有2000单库存。然后紧身裤，其实像泽文你的话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穿紧身裤里面会穿内裤吗？不穿内裤，真不穿内裤。对，只穿紧身裤，因为再穿个内裤的话，那个打球不是很舒服。对，挂空挡不难受吗？这紧身裤就是跟内裤差不多了嘛。那你如果穿紧身裤，你会穿5分还是7分？夏天的话穿5分，然后冬天的话穿7分。七分会更有层次感的是吧？对，7分。你建议大家是买黑色还是白色？我喜欢黑色，但是黑白色都要各要备一条。那这样。这次呢，我们把一条黑色七分紧身裤加一条白色紧身裤，再送两双运动袜，一共50.5元，放在了我们的一号链接里面的第一个，好吗？大家可以点进去购买了。优惠的价格，兄弟们赶紧冲啊！只有今天才有这个优惠的价格啊！总库存是只有我们的1000份啊，然后我再给大家送我们的两双运动袜，然后泽文的同款，大家可以直接点击我们的一号链接了，一边看咱们的七分比赛。一边可以盖咱们宣传款 ，OK， 大家继续看我们的比赛吧。然后我们的一号链接最后的50单库存。兄弟们都支持一下，那支持都支持一下啊！那精彩的比赛，刚刚各属也是一个不注意啊，又把这个分数给追回来了，太夸张了，刚刚那几下。然后现在轮到罗布来进攻。罗布右侧拉回来之后，再来一年刀接一个三分出手，罗布完成回应，超远三分，我也进。好，罗布这边再度的持球 ，OK， 胯下收球，远距离三分再拔，但这球球没有拿稳，这球出界了，这球是个 air ball。看他恶鼠啊，他说他100%形态啊，今天能不能战胜罗布啊？三分手感开了就不得了啊！小恶鼠继续拔一个三分，这球，哎呦，马上完成回忆。今天这场比赛感觉是有来有往，针尖对麦芒啊！恶鼠再度持球，连续胯下找机会，这边三分又有空位了，这球，哎呦，没有弹进去，啊，给罗经理吓一跳。兄弟们，这个福袋都参与一下，然后帮金毛会长都点点赞，然后有人机票的话，兄弟们都送一送。那这球一内道直接往里面拖，罗布内线强行 ，OK， 罗布的内线还是很夸张了。现在我们的福袋还有3分半钟的时间啊，所以兄弟们啊，那个10000斗币的大福袋，点个关注就可以参与了。兄弟们，长按 Z 键为金毛会长为罗布来加油。这边再来一个远距离的三分出手，再中，太准了。还得罗经理啊，远距离三分再拔，那球弹出来了，没有打进，稍微差一点点。
朋友们，这个直播间的比分跟我们现场比分是正确的，一致的，一致的，这比分是一致的。OK， 这里又造恶卓造一个犯规，恶卓上发球线，现在38-27啊，这个罗布呢也是暂时的领先了11分，但是恶卓呢他的这个罚球啊是非常准的啊，之前跟Moon打的时候基本上是100%的命中率。当我没说，刚奶了一口。毒奶，毒奶。刚说完，奶完一口，一口毒奶，把球给弹出来了。OK， 罗布开始挑赛。OK， 来到左侧，再飙一个三分，再中。我们现场的分数是对的啊，没有多加，41-27。然后罗布转宽，转宽开始玩起来了。分数领先多了，现在罗布也开始炒菜了，开始跳起了小舞。球场华尔兹左侧再拖，第一步顶一下，再转身来到右侧篮下，再抢起，再中，好球！这感觉第二节的进展也很快啊，罗布的得分效率太高了。看来这球顶下左侧再往里面拖，这球造犯规。给罗布继续有球权。OK， 这边顶的防守强投啊，这球三分应该是有点想像拍到手的那种动作啊，但是这边没有享受。要轮到恶鼠来进攻。OK， 这球恶鼠想还颜色，但是他的三分没有找到罗经理的那种感觉啊。是的，兄弟们可以给我们榜上的科比的陈静啊、王思博、我们的球员和主播点关注啊，兄弟们。OK， 罗布又往里拖。 OK， 拉出来后撤步三分出手，再中，高难度的三分出手再中了。 OK， 一记超远三分出手，哇，这球差一点就打进了。兄弟们，你们预测一下这个恶鼠跟罗布的比分是多少啊？上一轮他跟孟达是100-76，哎呀，100-76。那这球恶鼠篮下的强起，打进2+1，也是靠自己的这个篮下强攻打进一球一球。这边啊要开始罚球了。OK， 加罚命中，再追一分。我看好多100-40、100-29，那现在都29了已经。看，兄弟你是真敢说啊！兄弟们都支持一下吉蒙会长啊！这球来一个中距离出手，这球没有打进。福袋已经结束了啊！对，恭喜我们中奖，没有中的就没办法了。对，比如说我点个关注就可以参与。我们把赞点到200万，好不好，兄弟们？然后人气票继续上一上，这边来个交叉步，在胯下后手拉回来右侧三分再拔，这球没有。罗布也是差个再差4分就可以结束这上半场的比赛了。OK， 恶鼠三分直接拔了，这球还是没找到手感。在三分的这个命中率上啊，现在罗经理呢还是更加的稳健一些啊。叫恶鼠贴上去防。OK， 再看一下这球晃一下，再往里面突破怼开，然后再转身换左手。哎呀，就差一点。这个没问题啊，这个纯粹就是手感不好啊，这球没有勾进。OK， 这一边恶鼠标的三分依然是打铁，咚咚打铁。现在兄弟们说看过了，看过了，100-48。里面点飞右侧往里突，慢两步再来极限出手，这球喂盖下来了。看裁判是享受了这球，罗经理都笑了，罗经理都笑了。金哥赶紧上去说，你想挑战可以挑战，但这球其实我看下来啊，确实好像没碰着，是的，好像没碰着。在回看的期间呢，我们还是继续支持一下啊，我们的维栋支持一下吉蒙会长啊。OK， 这边是挑战成功啊！哎，兄弟们，同样跟大家说点啊，现场球员像恶鼠以及我们的罗布同款的紧身裤，其现在天降温了，大家一定需要一款紧身裤。那么今天直播间紧身裤现在已经卖多少，你知道吗？多少？1500单，已经1500单了。因为今天我们的价格是55.5，两条紧身裤，我们再送你
袜子两双，等于是正常去买两双袜子是不是需要39.9？啊，29.9，那么我今天直播间55.5，我给你5分、7分、9分、9分用户随便选，直接选两条，你可以选5分加7分、7分加9分，小黄车1号链接，最后500单，最后500单上了啊，兄弟们。然后所有买了两条装的，每个人再送袜子两双，这次送两双了。嘉豪，咱说今天力度这么大，之前都送一双，这回送两双了。你觉得一双袜子值多少钱？一双袜子的话，专业篮球袜10几块钱肯定要有的嘛。10块钱一双，对，10块钱一双肯定要有的。20，已经二十了，那你再花35.5再买两条紧身裤怎么样？哇，等于是说两双运动袜，再加两条紧身裤，只需要55.5。咱们是那就很适合，我是三个加的。咱们你是什么身高体重？我1米87吧，1米87，然后80公斤，160。泽文是187，80公斤，但是泽文的骨架比较大。对，我骨架比较大。像我身高是180、160斤，差一点就可以了。所以说在买之前一定要去问尺码，好吧，兄弟们，来，现在点进去，套装点进去，听到声音没有？来，最后的500单库存，我们总共卖到3000单，我们正式结束，好吧。那咱们就不耽误大家看比赛了。现在我们的套装2件衣服、2双袜子，只需要77.7，在我们的1号链接，2号链接是我们的紧身裤，27.7的价格一条，55.5两条。啊，再送你袜子两双，买一条是没赠品的，兄弟们，所有人点击小黄车1号链接，来吧，上车。OK， 加油，冲啊！好，现在回到比赛。好，来，进来了，走位。我们一起来看比赛。这场比赛其实我也很早就关注了，然后今天罗布的手感其实没有像之前那么好，但是他的手感也是我觉得他今天的手感，他想赢得更多分主要是看他的手感。对，因为他突破的话不太好突二鼠啊，然后我觉得今天二鼠的话他不要太执着于他的三分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没有，他之前的比赛准。对啊，前半场，但后半场可能回来了，他二鼠就更难打。强度也不一样嘛，你单挑很厉害吗？老是打嘴炮啊！我不厉害，我。对吧？你是研究生是吧？你看突进去没有那么好得分吗？啊，你这犯规啊，这是啊！你知道犯规，我知道。现在落后24分，啊，然后二鼠想追分的话，我觉得他刚刚落后的话，还是他太依赖他的三分了，太执着于他的投三分，然后他也没投进。哎，你前面的话，二鼠也得找三分手感，他前面主要是二鼠他太铁了。你投三分肯定跟罗布比三分，谁跟他比得过？哎，那比不过的，而且罗布那些也超远三分不好发，是对，全是一些大的后撤步。啊，像二鼠的话呢，可能更多要通过他的这个突破啊，突破，稍微的一点身高优势，先慢慢的比分先追一点。哎，看罗布这球，就在往里突破。哦呦，罗布的突破是真的没办法，因为他整个人是横着来的，很壮。其实呢，圆柱体非常大。是的，罗布的三分太准了，所以说很多人都期待他的三分，一上他一突，直接就进了。哎，这个二鼠啊，这个打篮下不错，奈何罗布太准了。选罗布，罗布也不好怼。换下换到有球，这球罗布第一个中投，我靠，挑战自己的软肋。没有成功啊！这是我看过罗布第一个后撤中投，就是在百分里面。对他投，对他投出去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没有。他投三分的话，我就觉得这球有了。他中投一般不怎么进啊。三分，二手还是他投三分还没进。三分他罚了好几个，其实呢，罗布也放了好几个，他确实打不进了，没办法。因为前面二手的得分都是以突破，突破，然后前面也是得分了，然后后面罗布犯三分了。你看。道歉，我是前半场啊，你看下半场跟上半场要对比的，那下半场肯定要比上半场的命中率要高。再来一个有没有？再来一个没有，问题不大。但是现在已经领先31分了。你前面预测的都是几比几来着？我预测呢，罗布100比90，100比90啊。我的预测是100比，应该握手应该过不了60的。刚说完，再来一个2加1。兄弟们这边围栋现在上了几个品啊？品吗？围栋现在上了几个品啊？在上面。围栋现在是已经把随品都给大家上了。现在像我跟泽文同款这个衣服，上了将近5分钟时间，卖了4000单。哇，你还有库存吗？单品30万，库存500单，最后500单，不多了。
我其实没想到泽文77.7块，但是主要也怪你，77.7块两双运动袜两个衣服，你怎么想的？送给大家送就完了，福利都是泽文送的福利啊，泽文自己把钱贴给你。原来这边到时候那个维登后台给我算一下，算一下啊，是再到来罗布这边进攻了，来罗布，这球换下换到左侧还是往里拖，这球犯规了，没想上吧，已经侵犯云柱体了，这球往下压的，但是有的时候你也不能要求裁判太多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的话他可能就看不见啊，所以这种情况呢，这个还是得让罗经理呢稍微冷静一下，但是他已经司空见惯了，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，有的时候啊这个错判或者漏判也是人之常情，理解一下就 OK 了，但现在呢他也是对吧，因为领先的这么多，对吧，所以他也觉得无所谓，二组的想点办法得分，但还是打里边呗，先去飞中间然后再洗，说呀还剩下最后的200单了，因为一直在出单，最后200单，这次是联名加设计师款两件衣服再送两双袜子，77.7块，然后泽文说了，哎你别跑，费用承担一半，你别说了。好吧，兄弟，那这趟那就算我就在工资里面扣了。还得是泽文送福利啊，大气啊，百万先生啊，感谢罗布三分。只要罗布拿下比赛，只要罗布能拿下比赛，送就完了。罗经理要是赢了，罗经理要是把恶鼠饿在这个60分以内，对吧？哎呦，我私人给他再整十个红包。今天我的作品采访穆恩。穆恩说100比48，那有没有可能今天100比48呢？真有可能，罗布再来个哇你个牙耶，70比35，50都不知道能不能过。兄弟们，48，刚刚穆说100比48，不会真给他猜对了吧？哇，真有可能让他给他猜对了，那这球再来个远距离的三分。哇罗经理的表情包打在公屏上，这么的不会148吧？不会第三节就这么快结束吧？这球，我的天，换下，然后再接一个超远，哎呦，差点就直接结束了。兄弟们，你们猜一下比分会是100比多少？兄弟们，你们猜一猜啊？这怎么打呀？恶鼠现在我感觉心态上也得调整一下。还有二十步，现在我们的一号链接还剩最后300多单了，200多单了已经，剩200多单，对吧，兄弟们？也是支持维动，感谢维动的大力支持，也支持一下吉梦会长，点点赞，上一下人气票，因为有吉梦会长，我们才有这么精彩的比赛可以看到。是的，罗布战争踩踏，然后这球右侧直接往里面拖，对开，哇，直接对开一米开外强起，可惜第一下有点犹豫。我先撤了，我去现场看一下直接的。啊，这外地忍不住到现场了，去看一下了。我现在恶鼠这边感觉要上劲儿了啊！来到恶鼠这边先标一个三分，但这球的话也是并没有打进啊，可惜了，差那么一点。哎呀。OK， 罗布再来持球，现在第三节就差一点点时间了，就是一个2分的时间，这球怎么打？这球左侧再来半，胯下拉回来，又拉到这么远，拉到摄像机那个位置了，然后再来一记超远的三分出手，这球可惜了，差一丢丢啊，并没有命中。啊，兄弟们呢，也是给我们的榜上的各位美女们，我们急忙的跟美女们都点点关注啊。榜一，榜一王思博。这球再起，还有我们的美女裁判，我们在高位的是我们的美女裁判啊，小云，也给小云来点一下关注，支持一下。小云吹中单挑，现在是越来越熟练了啊。OK， 现在罗布这边右侧直接往里面拖，推开来到篮下点飞，再顶篮下乔奇，造犯规，罗经理，你最好两个罚球都进了，第三节拖这么久，对吧？别让我们庞泉酒庄等太久了，对吧？我们都跃跃欲试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极梦山西行，多少是庞泉的总冠名，庞泉酒庄对于我们这次的赛事，对于我们极梦116都是支持非常大的啊。现在罚球不中，哎呀，罗经理，怎么回事，罗经理？OK， 有招，恶鼠推进去，这球的话是给了犯规，然后罗经理呢也是想请求挑战，罗经理请求挑战，我看一下这球，
那我们在挑战的期间呢，也是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庞泉酒啊。庞泉酒的话，我也喝过，这是真的非常好喝。迎接我们庞泉泼天的福利了吗，朋友们？来，今天啊，就是这瓶我们的庞泉长乐带礼盒的纯粮食酒，平时我们一瓶卖128，好，今天直接159，两瓶到手，还要再给大家送一瓶、两瓶、三瓶、四瓶，159，今天整整到主播面前这么多东西，直接上链接，要链接直接开价。159啊，我们庞泉给大家的福利，山西十大清香型白酒品牌全部都是纯粮食的酒，给大家什么便宜啊？对，今天包括这个酒你也喝过，你怎么感觉怎么样？对，我喝过这个酒的话，真的是它不辣嗓子，而且入口的话非常的那个就柔顺啊。对对，有一种清香感，然后呢入口非常柔顺，而且喝完这个起来蛮舒服的啊。美女声音太小，来咱俩约一个吧啊。对，因为我们是纯粮食的，来自山西省清香型白酒的品牌，全部都是用泉水酿酒的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常德，今天早上我还在山西太原，今天赶到了我们常德的现场，就是为了给咱们所有的朋友送福利，抢跑双十一，大家都没有的这波福利给到我们极梦所有的粉丝们，159到手主播面前，整整一瓶、两瓶、三瓶、四瓶、五瓶、六瓶，口粮酒159，我的个牙爷！这个酒带礼盒的，有手提礼袋拿回去，不管是自己喝还是说送咱们长辈，对，送礼送人送老丈人都行，不会说喝多了头疼呀难受，不会有这种口感的，朋友们。所以说想喝想带的一定要冲一号链接，库存抢完了就没有了，这个只说没有就真没有了。 对，今天是带了多少库存过来啊？今天的话应该不多、啊、今天就1000单。哦，今天就1000单，卖完就没有了，兄弟们。啊，就1000单，没有就没有了。对，所以说想喝想带的一定要拿回去给咱们就是朋友们小酌两杯，或者说爸爸们长辈们喜欢喝酒的就去带这个酒。我来庞泉工作这么长时间，我没见过这个福利，159一号链接，今天是一瓶、两瓶、三瓶、四瓶、五瓶、六瓶，对，整整主播面前这么多。我们的庞泉长乐呢，它是53度500毫升的，每瓶有单独的礼盒包装。这个给您送的这个小瓶说，它也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酒、是在我们中国白酒挑战赛获得过银奖的42度248毫升的，整整送给您6瓶，159的价格，到手主播面前这么多东西，就在小黄车的一号链接。对，就在小黄车一号链接。是的，咱直播间12万人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喝过来自咱们山西的清香型白酒？全部都是纯粮酿造的、没喝过的就去冲我们的一号链接。对，兄弟们，该说不说，这些口粮酒的话，它确实非常实惠，而且山西的纯粮酒你们可以搜一下，一个是什么，对吧？大家都知道了，另一个就是庞泉酒。对的啊，就是咱们山西大大小小酒厂，你要知道没有上千家、几百家也是有的。我们庞泉是能做到山西十大清香型白酒品牌的，而且我们庞泉酒庄坐落在哪儿？庞泉沟国家自然保护区，来自自然保护区的清香型白酒，今天来到我们常德给极梦所有的粉丝送福利，直播间12万人一定要带一带回去尝一尝，其他里面的总酸总酯，总酸总酯就是决定咱们这款酒好喝的关键。这款酒我们是特级酒，支持你去市面上随便的对比。今天特级纯粮食的酒，高段位品质的酒水，给到大家159两瓶，还要再给你送4瓶我们的庞泉 Q6 品鉴酒。是的，直接到手6瓶，直接冲就1000单，多了就没有了。1000单多了就没有了。然后我们已经是上链接了，然后兄弟们赶紧去拍，然后我们一边喝一边看比赛啊，对不对？一边喝着庞泉一边看比赛。 OK， 我们的最后一节的比赛也是开始了，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恶鼠这边的进攻。哎，恶鼠现在落后的分数还是蛮多的，然后再来胡林撇一个3分，这球的话并没有命中。现在罗布手上79分，然后恶鼠是37，啊，要是给他压到50分以下的话，哎，晚上高低让罗布争两口，哇，这边3分再中，高低让罗布争两口，庞泉，对吧？现在开启了庞泉时刻，连续的炒赛来到82，这边再来个远距离的3分，这球的话并没有投进，现在。罗布是这个非常大比分的领先啊，恶鼠跟梦打的是打了个100比76，但现在这个比分我感觉三分手感先回来是很重要的，现在是82比40。 OK， 恶鼠这边再撇一个3分，但这球可惜了，并没有命中。恶鼠在今天的三分整体的水平啊，我感觉没有像打梦的时候那么的准，反倒是罗布今天他开始超神了，换下换的右侧直接往里面突，篮下直接起，2分再中，84比40，太夸张了。现在我们这个又有159的口粮酒啊，我们剩下库存不多了，兄弟们赶紧去拍一下。然后我们呢也是继续来一边喝着庞泉，一边来继续我们的比赛。
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、okay. 准备到的第二款我们的庞泉的高端的酒水给到大家。这一款更甚啊，我们的天花板产品。天花板，当时品鉴的就是这款酒。对，你在酒庄喝的就是这款，包括我们会长喝的也是这款，会长同款。我们的庞泉的天花板高端系列的酒水，庞泉酒庄酒，瓶是我们一瓶，这个是53度的，而且是一个600毫升的大容量装，单瓶瓶是我们1096，今天直接给大家补贴了500块钱，596，今天买一瓶还要再送一瓶，再送一瓶。这个会长也品鉴过的这个酒。来，兄弟们，我跟兄弟们说一下，给兄弟们发个10000斗币的大福袋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庞泉酒啊，是咱们极梦116。历史最大的赞助商，哎，历史最大的赞助商，能不能说兄弟们支持一波，好吧？只要兄弟们帮忙支持一波，7位数的赞助来了，7位数的赞助啊，兄弟们，来，我看看现在卖了多少瓶了啊？在口粮酒的前面是，就卖了700单啊，但是我们只有1000单的这个库存，总共1000单，对，总共1000单，159，6瓶对吧？6瓶。前面那个是159六瓶，这个酒呢，这个酒的话，直播间现在10几万人啊，嗯，我相信总有那么100-200个、200-300个千万富翁吧，肯定有的，总有那么100-200个、200-300个千万富翁可以买这个啊，这个价格是596啊，596，596买一送一，对，这个酒在那个哪个地方？庞泉啊，山西，不是，我说在这个酒在网上卖是多少钱？1瓶1096，兄弟们，1瓶1096，今天是500多，2瓶，相当于打了4折左右，相当于打了4折左右啊。这个机制只有庞泉给我们啊，我们都可以去对比价格的啊。596块钱，对，兄弟们都支持一下啊，支持一下，支持一下啊，596有两瓶啊。哎呀，我们也是有任务身上的，我看一下啊，身上的啊，直播间有多少人整了这个596的？你们买了596的，我都回关一下，来，我看一下有没有下单的，596的。高端的就拿回家。肯定有一两百个，这个千万富翁肯定要买。好，那都是。而且包装啊，上档次又大气，很开门啊，对吧？很开门啊。打开之后里面金碧辉煌。好喝，爱喝。收藏都行。对，这个酒京东上有，这个酒京东1096，查得到，查得到。对，查到。对，查得到的啊。兄弟们都可以试一下这款酒的话，我当时也是亲自去品鉴了一下，这款酒真的非常好喝。想要高端的，想要高品质的，你就冲这款，性价比特别高。今天我直接给大家补贴了500块钱，因为单瓶它平时1096，今天是596，买一瓶再送你一瓶，到手2瓶，53度600毫升双开门的礼盒设计，我们的庞泉的天花板，今天只需要596，你就能喝到2瓶我们庞泉的天花板的产品。而且这个酒听好了，它是3种年份的酒，19调酒给您调出来的，4年的基酒，8年和10年的老酒，你也喝了，是不是非常醇厚？非常醇厚。罗布其实也品鉴过的，当时罗布的话也试了一下，他也觉得非常好喝，就53度喝起来像是42度的酒一样的。咱们的高端品质的酒水啊，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库存也不多，喜欢的朋友抓紧去拍，有礼盒有礼提，送人送礼，有礼有面，百柜自留，收藏没有问题。而且酒这个东西没有保质期，越放越沉，越放香。越放越香，直接冲我们的1号链接。兄弟们，这是我们线上特供的包装啊，线下的话，如果大家买过的话都知道，对，它是红色，没有那么透明的。而这一款的话，它是通体翡翠色，然后呢，它是高端上档次的一个包装。然后你看一下，送礼倍有面，你看一下这个包装，倍有面啊，双开门，太开门了，这个像水晶一样的包装，而且可以看清楚的看到里面的酒花。泉水酿的，而且是咱们会长同款，会长和咱们主持人去我们酒庄就是喝的这款，对不对？对，同样也是特级纯粮食的酒，泉水酿的特别少，你可以去。总库存整整5000单，库存5000个名额。其实在兄弟们在我们直播间买过维冻的都知道，他们给我们的机制绝对是最优惠的啊，全网最优惠，这个别的地方找不到的，这个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这个性价比，咱们都不用去多说句废话。对，什么叫性价比？买过的都知道。来，兄弟们，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还有一场满分啊，下一场比这场更精彩，梦对阵刘健，湖南科比刘健可能会暴打梦，终结梦在国内的10%连胜啊！你真有可能啊，刘健的话，我这球飞中间，直接怼进去啊！
现在是我们的福利最后的时间了，还剩下我们最后一百单，对，整整五千单没有了。哎，五千单你算一下，五千单乘以七十多少？五千单乘以等一下，我脑子不到，等于好多好多万，好多好多万。但这一次等于是维动亏了好多好多万，因为这次的价格确实补贴到很高点了。我正常一件衣服，你单买一件是59.69，乘以二多少钱？是138。我今天直播间是77.7，再送你两双运动袜，我一双可以卖10块钱，我两双可以卖20，但是我送给你两件衣服、两双袜子，77.7，上车。价格拉满，兄弟们冲就完事了啊！这维动在我们这儿的口碑，其实买过的都知道，都不用多说。哎呦，说，这是听到了维动的力量，连续两个三分。追回来了，那样现在马上要卖到5500单了。我的个牙呀！又卖了500单，我感觉就是有很多就卡着单的，我感觉还是要清一下这个库存，然后给更多有需要的精品朋友们。OK， 然后运营把那个库存再帮我加500单库存，把库存直接给我拉满，到6000单库存，而且我们这一次是80%以上是现货，是明天可以发货的，还有一些是48小时发货的，好吗？所有人，小王的10000街。6000单库存，77.7的价格。最后维动绝杀时刻，罗布篮下抢起，可惜了，这球没有享受，也没有打进。这回感觉是不是维动力度还是不够？是不是？然后我再来多点力度。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因为很多粉丝在说那个单件只需要49，没错，单件去买的话，可能现在只需要49块，因为做活动。但是49乘以二多少钱？98。我今天是77.7。再送你袜子两双，那一样是便宜的。同样，我们现在很多尺码已经没有货了，像 L 码跟 XL 码这种黄金尺码已经断货。对，好多断货了。OK， 罗布，维动绝杀时刻，最后的比分停在了100-58，还有2+1。我的个呀耶！这么精彩的比赛，兄弟们不该支持一下吗？